哇，这咋这么多？哦呦呦呦，这个鱼哦是沙丁鱼，你看，好漂亮这个鱼，哦呦嘞，哎黄黄的真好看呀，这叫沙丁鱼啊，你们应该是没有见过，嘿嘿，我也很少见这个鱼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咋突然出来这么多呀？你看我来收获好多海鲜了，看到没？大家喜欢我们视频的，给我们点点小心心，谢谢喽！哇，这里有小宝蛤蜊，现在天越来越黑了。你看，这还一个小的，哎，这边还一个都钻沙了都。我就不说多了啊，说多了你们还老说我。你看这个张着口，来吧给我，嘿嘿，收。这前边呀，哇，咋这么多呀？全都露在外边。哦，全都是大蛤蜊。这个东西虽然不贵哈，但是它好吃呀。但是你看肥吧，嘿嘿，这是牛牛喜欢吃的，我就多抓一点。哎呀来，哎呀抓吧。哎，他们怎么知道的？我看他们有抓了好多鱼的，还有螃蟹之类的。哎呀，大蛤蜊也很多。看这儿，哇，象拔蚌，你看看还露着小鼻子呢，这是象拔蚌的一种啊。你看这个，都露着小鼻子。哎呀，有那种大的，这是属于小的。我就叫它象拔蚌的宝宝吧，虽然它不是啊，不是一个品种。你们学到了吧？哎，哎呦呦呦，这些螃蟹了，一个一个一个，看这儿，你看，哇塞，这真是黑压压的一片呀！哎，小毛蛤蜊。对了，我跟大家说一下啊，还有好多朋友问我，这种小的毛蛤蜊跟那种大的有啥区别？这个呢，反正吃的鲜嫩一点，它的壳非常的薄啊，那个大的壳，呵呵，挺厚的。这个好吃，我感觉。嘿，咦，你这一小鱼，咦，跑吧！这里还有，哎呀，哎呦，这里还有这个沙丁鱼。哦哟嘞，今天怎么回事啊？咋突然出现这么多沙丁鱼啊？这里边全都是籽儿，你看，嘿嘿，好可爱呀、啊！哎，来吧，收一下三条。哎呦嘞！吃这些东西，大螃蟹一只，哎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有点大呀，这么大。这里又有毛蛤蜊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哎呦嘞，我好久没有见扇贝了，是不是？今天我就痛快的抓吧。刚才捡了一个垃圾，现在海边垃圾也多了。哎，哎，抓，不都是牛牛喜欢吃的海鲜吗？哎呦嘞，今天我回家之后你们就肯定很高兴，你们信不信？抓，对，还有俩，看没？哎呀，这个沙丁鱼咋吃？就煎着吃就行，这里边好多黄哈，很好吃啊。不知道你们吃过没，沙丁鱼活的是很少见，像排水口这儿有多少鱼你们看。哎呀，现在天有点暗，你看这个鱼都出来了，这是鱼群哈。哇塞，太多了，直接用小网来抄就行了。哎呀，小螃蟹，你看有蜜橘恐惧症的千万不要来。你看，哦，这全都是鱼，看没看没？你们一定要细看啊，这里边也是，你看，哇，太多了，这一方全都是鱼，全都是鱼苗。今天这是又拍大虾了吗？哦呦呦呦呦，你看看看这小爪，这么多呀，都是活的。这个头不是2030啊！哎呦嘞，大家喜欢我们视频的，一定要给我们点点赞，谢谢喽！你们想吃吗？哎呀，今天排水口老板，养殖场老板怎么回事啊？也不说、啊。哎呀，来吧，收，嗯，收，收，还有吗？帮我看看。哎呀，这里有一条八爪鱼，在这疯狂的蠕动啊！哦呦嘞，哇、哦，还不小，哦呦，哇，这犀利了！今天天不是很热，
所以说搁浅的八爪鱼吸力都很棒，你看吸力可以吧，进一桶给我。我来之前我刚才捡了个垃圾还。哦，这又一个，这又一个。哦，这个小，好小呀这个。哎呀，我来给你收了，吸力绝对也可以。哎呦嘞，哎呀，进桶吧给我，你看爪都出来了。哎，进去进去，别爬出来了，进去进去。你看它不，你看，哎呀呀呀，你看这什么呀朋友们，这是不是海葡萄呀，你们知道吗？抓完大虾又碰见八爪鱼了，咦，这还一个大虾，你先抓这个大虾吧。咦，哎呦嘞，挂了，这用力有点过度呀。哎呦，这个八爪鱼了，哎呀，哎呦呦呦，没喷墨吧兄弟们朋友们。哎呦呦，他咋还出声呢，这是好像我头一次见这个八爪鱼出这种声音呀。哎，小螃蟹抓一个让你们看看。哎呦，跑了，那跑了，你们看见了吗？跑了，跑哪儿去了？我以为跑了，我一抓在我手里。哎呀，夹死我了，夹死我了。那么小的你不要了，扇贝都开口了，先带回去。再抓，这个就不要了，这个都出来了，这个你看它的黄还挺漂亮的，你们看呀。哎呦呦呦呦呦呦，这不是蛤蜊吗？哎呀，这都在沙里，这个太棒了。这也今天天气虽然不是很好，有点阴天，但是抓到这蛤蜊我就心情一下子晴朗了。哎呀，我已经走了半个多小时了，我这幸亏眼神好呀，不近视眼。你看，哎呦呦呦，哇，两个，哇，两条八爪，哎呦，吃大虾了，在这儿。你看，哎呦嘞，在觅食呢，一大一小。又是吸力石头了，我得给摘一摘。这吸力也太棒了吧！哎呀，收，哎，我这样不墨迹吧，直接收。看这里还有大虾，哎呦呦，动动动动，嗯，来吧，来吧。想蹦没门，进桶给我。哎呀，这个出来，这也太大了，这个你看跟我手掌一样大。还有吗朋友们？哇，这下边还有好多呀，你看全都是被这个水给冲下来的，先捡这下游的。哦，好多呀。还有吗？这个石头应该挡住了。哎，没有，再捡上边的。你看真多呀。哎呀，小爪爪在不停地动呢，这一下抓了这几个，你们数一数吧。哎呀嘞，这个头可真大呀！金童，哎哎，准备走了，这还一个呢。你看这个，哎，小须子太可爱了。哎，收了。这海鲜真的没有你们想象那么好抓。哎呀，都以为一下就抓到了，我这都半个多小时了。没找到货哟。哎呦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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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光说完呢，刚说完。哎呀，小八爪鱼一个。哎，看这么小可爱吧。哎呦，脑袋了。哎呦，这是想游啊，你看没，这个脑袋一下变长，它就是想游，这个地方游不了，不好意思，选错地方了。看这里还有大虾。哎呦呦，你看脑袋在动呢，脚脚椅子就不咋动了，看没。嘿嘿，哎呀，哎呦呦，这个都，哎呀，来吧，快收！今天抓这么多大虾，一定要带回去给牛牛吃。哎呀，虽然我也吃，嘿嘿。哎，你们知道这个是什么吗？哎呦嘞，你看，哎，一个大肉，这扇贝肉哈，这是公的，母的带黄的。